嗨，青春制作人们，大家好，我是个人训练生龚艺兴，然后今天我带了我的四个小伙伴一起来参加《青春有你三》，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演员星，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这是我一切梦想的开端。下一个是音乐巨星。正是学习音乐剧，才让我拥有了通往梦想的钥匙。这一个是机车星。18岁以来，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摩托车，因为摩托车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勇气，什么是往前冲。然后是减肥达人星。我为了参加《青春有你三》，2个星期瘦了16斤。所以我明白了，所有的梦想都是要付诸行动的。最后，这是训练生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努力的。我是龚艺兴，现在是凌晨4点，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部史泰龙主演的《Rocky》洛基。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三流的打假拳的拳手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与拳王旗鼓相当的对手。我想把它送给那些即将要为梦想奋斗的人们。记住，没有人生来是可以被打败的。Hello，大家好，我是陆宇鹏。听说我的学弟龚艺兴来参加《青春有你》第三季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也希望他可以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Hello，大家好，我是《青春有你二》的训练生夏妍夏石开。听说我的学长巩艺兴要参加《青春有你三》啦，我非常开心。在这里，我要祝他取得很好的成绩，加油加油加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哟。龚艺兴，星星你好，今天非常开心能够作为你的老师在这里给你加油打气，也希望你能够在节目中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今后的艺术道路呢越走越好，加油！爱情里。